我紧张哎。咦，看不懂哎、欸，看不懂呢、欸。哦，你是无辜的，你有机会成为杀手6%。来了啦！要怎么玩啦、啊？刚才开始玩了，不要再看了啦。我看一下啦，我来看一下。喂。我这里怎么出现？咦，好恐怖哦！他没有讲话吗？哈？这游戏不是要讲话吗？不是，这游戏有可能有人会用动态点，也会用，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凶手不是会到处杀人吗？但是下面有杀手的痕迹啊！我先看一下，有人吊枪吗？有人吊枪刚好可以，好恐怖哦！啊，不然捡到枪可以怎样杀人吗？捡到枪可以替警长复仇。那哦，那要警长，哎、欸，杀、啊、你了！我吓到哎、欸！五好，我五好了。来、啊、来、啊啊，你要恐怖哦，你有点恐怖哦。我还是大概不要跟着别人好了，好恐怖哦！我来跟踪他。有个不好的预感，啊！喂，哎、欸，我跑出外界嘞，爸爸！啊啊啊啊啊！好恐怖哦！我有21%成为杀手，那就现在还是5%。我还是不要太相信大家。我是赶快跑的，我想要捡球球哦，捡球球，喂喂喂，妹妹！啊啊啊！你当个宝宝，我投给你。啊哦！哈哈哈哈！哎 ，Brian！ 哎，两个培根头在跳舞哎！嘘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可以打了。我们现在可以杀人了，是，我现在先逃离这里。白色是擦掉东西。嗯，我看一下，大家都很平安。嗯，过来呀、啊！敢不敢过来呀、啊？谁敢来？哎呀！知道啦，老公从我从头到脚要关注你。现在，哎，不是放暑假吗？现在不是放暑假吗？你为什么现在要上课？为什么你们要上课？谁啊？我说这里面里面有人说要他现在要上课啊。喂，他还说国语耶，喂，哎，我有点怕哦。哦，你警长哦，幸好我跟警长在一起了，不然我终于玩了吧。有人要跟他干嘛啦？啊！嗯，先来看一下，嘿，五好，我五好，大家都有点恐怖哦。
真的很恐怖哎，喂，好少，哎喂，喂，后面好像有人跟着我，小屁喂，吓到我，他怎么先杀我？我看一下，我重进一个游戏。我跟着他好了，我跟着他好了。喂，喂，哭哭。喂，他们坏坏呢？哎，来，来！我被碰之前要先叫一声来。我被碰之前要先被叫一声，要先叫一声。碰过的就不叫了，进去了。好恐怖哦！那边在激烈的战争呢。Yes， 警长拯救了这一天。Yes， Yes， Yes。好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下次再见。